第四题，柯南有一个太阳能滑板如图三。某天他使用滑板去追缉犯人的时候，不巧刚好太阳被云层遮蔽，滑板瞬间失去动力。关于此滑板运动叙述，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？A. 因为失去动力，所以滑板瞬间停止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因为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会有所谓的惯性，所以呢，当它失去动力的时候，它仍然会保持惯性呢往前走，然后还会继续的保持等速度运动。它除非受到摩擦的阻力，才会逐渐的变小。所以 A 选项呢是错的 ，B、C 选项也是错的，因为在这个题目里面，我们看不出来摩擦力会变大、变小还是不变。但是不论它是变大、变小还是不变，只要受到摩擦，它都会逐渐变慢，只要还没有停止之前，它都会继续往前滑行。所以 B 跟 C 的选项呢都是错的，因此只有呢猪的选项呢是对的，因为呢它的速度呢有发生改变，逐渐变慢，就表示就是说有加速度。我们所谓的有加速度的意思，就是说速度有变化，可以加快，也可以变慢，或者是转弯，这都称之为所谓的加速度运动。所以呢，第四题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猪，滑板速率逐渐变慢，属于一种加速度运动。